做肖战的粉丝真的真的太幸福了，你可以体验极致的追星快乐。慕强是很多人的心力，肖战就是能让你体会到追顶级明星的爽绝痛快。这两天骄阳帮我杀青，网络平台仿佛被这部剧炸开花的感觉，到处是肖战肾阳，无数个话题接连霸榜，肖战带着肾阳爆火各大平台。肖战的工作室也暖心分享了5分钟的肖战工作的被 vlog 分为几个小部分，配合不同的音乐向大家展现了肖战4个多月的时间里的工作生活细节，他对塑造人物的思考，对剧本的认真研读，他未来人物努力的健身，他随时随地背台词思考做笔记，他累得在椅子上睡着了，他喜欢拍摄的习惯一如既往，闲余时间也会练练歌。肖战真的把琐碎而忙碌的日子过得活色生香，有滋有味，每一天都那么充实。这样踏实而努力的他，真的让喜欢他的人也格外的踏实而充满了力量。谢谢肖战这么有心的分享，看似短短的5分钟，实则是跨越了4个多月的记录，真的每一秒都很用心。这浓缩的5分钟是肖战宠粉的极致浪漫，肖战真的是把粉丝当作亲人一样来对待，他不吝于和大家分享自己的工作和生活，而且用这样高级的方式。整个视频的制作，从画面的剪辑到配乐，都是下了大功夫的。肖战的分享带着浓浓的爱和尊重，没错，在他有能力的时候，他一直有把自己的生活工作的片段分享给粉丝，这是他当年的承诺，谁也没有想到他的随口一说竟然是这么有诚意的践行。肖战真的是事事有回应，件件有交代。短片结尾还展示了肖战对于工作室 logo 呈现的小细节的处理，真的是看到了肖战作为设计师的追求完美的习惯，一直在迎风而上，与光同行，去绽放，种下属于自己的太阳，向阳而生，盛满阳光，这不就是肖战吗？我喜欢这样的肖战，未来还很长，答案在路上，这样的肖战我会一直陪伴。